哇，有阿妮嘴狼，人山人。对啊，真的，我们主持起来也比较有劲嘛。对，真的，哇，我看到你满头大汗呢。值得的，值得的。我坦白跟你说，我的底裤都湿到完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你不用讲出来了。啊，你是在瞄我，刚才我换衣服。我必须得瞄你啊，我不瞄你，我怎样跟你深入的对话？深入哈。啊，对。这个敏感话题，等一下我才来跟你谈。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接下来这一位哈。 我也是很喜欢深入的去了解他，因为安卓呢，以秀金光，查某number one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的动感是没有人能比，好不好？来一点掌声给我们的刘德华的妹妹刘丽姿。哎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姿，瑶瑶好。妹妹你好。安哥好，安哥你好，妹妹哦，哥哥好。妹妹啦，妹妹啦，哥哥好。最近好吗？ 啊，OK啊。哎，你刚刚从家乡回来嘛？对，昨天刚回来。吃了很多吗？怎么样？你看就知道了。他跟我讲，他每一次回，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哪里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没有，没有关系啊。深美兰州。深美兰是英文是什么啊？那个里圣彼兰。他是彼兰？深彼兰？深彼兰？深彼兰？哦，我公公，你没错位哦。你没错位。深彼兰。啊。 九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，我是槟榔，三米兰，好了。你为什么没有进步？你老婆不是印尼人吗？我老婆印尼人，马来话应该会一点点，只有她老婆在进步，她一直在退步。这个是事实，因为已经生了两个了，所以要退步了。阿姑，这个巴哈萨西基西基，西基西基，阿姑伯利，阿伯利啊，阿巴嘎巴，苏格兰苏格达伯利干。 啊，你那跟他是哪里讲话笑死哦，你那讲话笑死哦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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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话笑死
拥抱着你的离去。
场的朋友，也送给我们点唱的朋友们，我们自己的好朋友点的歌，还有我们在直播间收看直播的朋友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们迪迪，谢谢你的红包，阿姨。